轻快的歌曲。接下来要上台表演的是本校的太鼓达人团，成员主要是由资源教室的学生而组成的，参与太鼓打击的学生共有11位。表演的学生有关昆喜、乐冠宇、洪佩璇、蔡嘉玲、王淑瑜、乐保系陈廷佑、行销系吴佑轩、幼保系吴逸轩、厨艺系钟嘉玲、观光系王雅芳、审计系肖松义、资电系吴家生。我们掌声欢迎这11位上台。今天表演的曲目是《古镇八方》。老师们、学生们，大家晚安。我们是赛德克族传统艺术保存者，我们是专门发扬我们赛德克族的原住民文化。今天很高兴来参加我们环球科技大学的校庆。跟各位报告，我也是环球科技大学的学生啊，我毕业好久了啊，我今天这次来这边再次的。我们学校这边嘛，感到蛮高兴的。接下来我们要用我们赛德克族传统祖灵的方式来庆贺我们环球科技大学的校庆还有生日，也预祝我们环球科技大学校务蒸蒸日上，谢谢。
台北办公室朱嘉怡专员，首六陆军炮车。
企业廖宪平董事长，泰山开发有限公司陈银豪董事长，方思华国际股份有限公司以及云林县商务旅馆有限公司吴尔夫董事长，爱捷旭显示玻璃股份有限公司郑文远协理，张金星勋主任，曾瑞耀经理，云林县艺文学会沈明华理事长，云林县普教暨评导协会林文正荣誉理事长，台安台湾三安农法全球发展联盟陈永祥理事长，世界城市素食未来全球公益联盟王碧霞副理事长，以及和品宽品牌总监以及香香策略长，中华联合国世界城市科学发展联盟古维展主席，廖品律副主席，刘光亮行政财务长，中国台云林县团委会李明竹总干事，国际杰人会世界总会叶润飞总会长，戴淑蕊议员服务处陈博文主任，校友顾问本校校友顾问陈聪明校长，台中校友会理事长，同时也是台中市议员黄仁黄思源，云林县议员王佑明王议员，二十乡镇校友大埔乡联络处，同时也是嘉义钢铁工业股份有限公司我们欧世家董事，云林县原长乡乡长李明明李乡长，二十乡镇校友斗六联络处，同时也是俊浩家居橱柜有限公司林达伦负责人，二十乡镇校友西罗联络处也是职业发展顾问萧秀珍顾问，建筑与艺术设计工作室张哲家建筑师，同时也是负责人，平泰企业社陈世伦负责人，小光电画廊李佳美执行长，以及廖丽华顾问。
台南市校友会林美豪常务监事，还有本校董事会许文志许创办人，林淑珍荣誉董事长，许淑明董事长。当然，如果有遗漏之处呢，我们稍后会为各位补充介绍来宾。再次感谢所有的来宾莅临现场，还有我们现场的媒体朋友，因为有你们，环球科技大学才可以要上新闻的版面。再次谢谢你们的莅临，非常感谢以上的贵宾在百忙当中拨空前来参与本校。至此，现在我们要邀请本校大家长沈建华校长上台为我们致辞，有请校长。本校的幼稚主管，还有我们的同仁代表、学生代表，大家早上好。好。今年是环球三十一年，今天环球三十一年的校庆，我来环球三十年，偶尔就不会冒昧。那么，这个可以说啊，人生的生命的一个精华就在环球那个地方。不过要是没有环球科大，大概也没有我太太到我旁边，也就是没有环球科大，我大概找到了。一听起来好像很好笑，但是是事实。今天的环球科大跟各位讲，真的是在风雨当中。但是我们想一想，三十一年前我们在鼓山校区成立环球商会，第一年、第二年的暑假，常常发生薪水不足。三十年来，我们走了过来，坚持一个，就是以爱心来办学。刚刚各位来宾、各位同仁看到我们的校友、我们的同学在台上的一个表演，环球的爱。不是挂在嘴边，是在体验中，在实作当中，然后实现出来。我们之前教室的同学学习太苦，不是约得只会，因为疫情关系，我们把规模缩小。我们的林志明同学，如果说跟他讲，从早上跳到下午，他一定会记，一直跳下去，这是他的热情。环球有一群林志明同学。现在非常感谢我们花莲校友会与理事长还有电视主持人您，为了参加我们这个校庆，昨天呢、晚上就住在朋友，这种感情，这一种态度，就是环球的精神。环球要继续往前走，最大的一个力量就是校友力量。
今天我们把这个校庆的主题黄金携手同心共创未来，对我们来讲，我们希望我们校友一定要听环球科大，你们是环球科大往前继续向前行的最大动力。各位校友，各位校友，你们说都对。所以我们有在听上课的校友不是很多，那谢谢校友你们今天请假拨空回来母校。我们十一点还有个校发展座谈会，希望各位把你们的一个建议能够毫无保留提供出来。也非常感谢我们在座的来宾，我们义勇高中创办人。在四年前我在校长的时候你来出席，那今天好不容易在校当中看到你，看到你夫人，非常感谢。一峰大成大德达德等学校是环球的最忠实最诚挚最挺环球的学校，我们今天给个校庆，其实我们邀请很多的来宾，因为是高中组，我并没有去强烈邀请，因为疫情，但是非常感动，我们还是有高中组的校长，还有我们有校来参加我们的校庆，实在非常感谢你。我们残疾的朋友，我们校董，还是没校董局长，谢谢你啊，你看你的光芒多大，气球破。那么那个廖董事长一直跟我们学校系来做这场合作，给这个学生很多机会，提供这个体验式学习的机会，非常感谢。当然我们还有很多我们的来宾，像我们的吴厚副董事长、林浩董事长，跟学校的连结非常感谢，非常感谢。针对未来，等一下我们同伴们可以给我们做一个方向的一个指示，不过最重要还是在我们在座各位来宾、校友、我们的师长们对一个环球的一个信心。只有我们自己肯定自己，只有我们告诉我们自己未来充满的光跟亮，这环球就能够继续走下去。希望各位一本过去对环球科大的支持，未来给我们更大的这个支持。希望在各位的支持下，环球未来会走得更平稳、更丰富、更有远景。因为身份系啊，这个我就不多问。以后的地位，祝福大家身心平安、万事如意，谢谢。
这次校庆呢，我就特别请他务必一定要来给我们做一个这个开始，那么为环球未来也给我们一个最大的这个提示。所以我们掌声欢迎我们创办人，欢迎我们创办人，也谢谢我们的校长。都是好朋友，特别是这些老朋友我就不一一介绍。那么远道而来，特别感谢来自日本琉球的那个驻台北的首长，那个日本话是威士长啊，和四位首长的特别的来宾啊，特别远道而来，非常感谢。另外我们的校友都有很多的杰出的表现，我们的校长刚才介绍，我今天看到好几位都是学校的毕业生啊，议员啊，市长啊，也给各位讲，这所学校非常的伟大，我们没有任何的什么色彩，我们本县云林县20个乡镇，现在我们不讲政治了，就是很热闹的在竞选，像斗六市有两位竞选人，两位都是我们学校毕业的，那他们任何一位当选都是我们的恭喜。但是我要讲的很高兴的，我们很特殊的校友，我们延长乡的李明明乡长，他是没有竞选的，他做得太好了但是大家还是要给他票多一点，因为每一票都有一点补助嘛，我们票越多补助越多，他补助的钱呢都会拿来给学生做奖学金。那我现在在开场的时候就是先讲几句话，校长不是要我什么专题报告，不是，我除了重新的感谢各位31年来对这所学校的支持啊，像我们一方的刚创办人在场都是老朋友，很不容易的把一所学校办起来，那这种心情我们在这里感谢啊，学校的同仁代表的同学要珍惜啊人生的这种机会，能够有受教育的机会，能够有很多人来帮忙我们师长的教育。所以我讲到这里就是把这31年来点点滴滴啊，去年有一个片子把它修改9分钟，先放给大家看看，然后我再来讲几点的未来31年的开始以后，这个学校要怎么办，方向是什么，给各位做一个简单的报告，谢谢。我们现在就开始放个影片啊，谢谢。
像这个片子里面说啊，一砖一瓦一草一木都是社会各界，特别我还强调了我们校友的支持，还有共同的努力的结果，创造希望，成长发展。虽然现在遇到困难，我们会永远向前，永不放弃。因为环球科技大学假使在斗六消失啊，不仅仅是对云林的一个这个损失啊，也是台湾的一个损失啊。我敢讲这一句话。第二个呢，我们现在开始了要改变传统思维的观念，还有改变这些传统的课程，我们要转型升级符合世界潮流的科技型啊，数位 AI 元宇宙绿色能源中水系统。特别我要强调的，中水系统是台湾唯一我们学校最强的一块，那么将来结合啊，像我们这个地方啊创生的产业啊，像我们独步的这个咖啡的创造者曾董事长，还有我们沃尔夫的尤其英国的这些董事，对于地方创业这一块，我们要把它开拓出来啊。我到五部去啊，他们告诉我说高粱没有人要，回来我就告诉徐叔伯，专门跑到金门看他们的县长、议长、金门酒厂的总经理，来把五部的高粱推销下去。那现在他们已经有了结果啊。那么像这些就是这一所大学的功能，我们的目的在哪里？就是提高学生的就业机会，提升我们专业的薪资。你有了专业，你的薪资才能要求高，而且你那个职能要强，你品质才好。那么像数位的应用，我们配合国家数位发展部的政策，现在我们聘请了东京大学的工学博士啊，将来已经开始在做这一块，我们已经开始了啊，已经开始了。那么绿色能源配合经济部，已经把云林县沿海列为太阳能的专区。那么学校现在楼上所有的大楼的上面全部安装好了这个太阳能板，那地面呢，现在还在协调进行当中。未来云林县里面所有的学校，大概太阳能最强的一块也是在环球。 OK， 第三，我想将来推动社会福利事业，比如说我们的职业训练，这个职业训练不是仅仅在台湾，就是国际职业训练，包括东协十个国家啊，所有的职业人才到环球来训练完了，又回到他的国家去就业。那么我们老人福利啊，长期照顾的这一块，过去我们非常感谢啊，台湾大学、台大云林医院，还有成功大学成功这个医院在斗六，对我们非常的照顾和配合。今天台大云林医院的林前院长对我们是最支持的一位副院长，将来我们这一块还要把它加强啊，我想对云林是会有贡献的。那么儿童及少年福利，落活健康休闲公园化宜居的社区校园，我们的幼稚园在前云林县来讲，我认为是办的最好的一个学校。现在不算
本校在湖尾国小，在台电委托我们来办啊，董事长用心。国际标准场地正在施工，好了以后，将来在扫棒这一块，在台湾一定有一席之地啊！现在有我们的这个企业管人士啊，每年都捐资我们500,000来鼓励这些扫棒啊。那么这一块，我认为将来成为我们环球的特色，我们要继续的把它推动下去。那么老人福利长照这一块，现在我们虽然还没有具体的启动，但是我们的地方高中当创办人和当校长已经开动了，这个课已经开动了，将来都可以做云林最大规模的一个创办的学校，把它连接起来。其次，第四个，我想将来我们要迈进科技化的转型升级，有两个目标。第一个就是培养具有职场竞争力、一技之长的人才。我看到台积电张忠谋的夫人张静芬女士，她是一个画家，最近她写了一篇文章，她说不一定要读国立的，只要你能够在科技，尤其半导体这一方面有一技之长。台积电现在还缺少3000人，那起薪都是40,000块钱。那么像这些，我觉得我们都必须去培养这样的人才。那么这样的人才将来要具备什么？学习实用、数位啊，这一点我刚才报告了，我们有很好的人才来啊。AI 刚刚校长也开始签约了，啊，我们企业界已经帮忙设立了。那么元宇宙这一块，将来我们融合到资商，把它成为一个非常好的结合。那么这一些都是现代化、具有竞争力、未来环球转型的主要的主轴啊，主要的主轴。好，其次，第五个。要迈向国际化之路，第一个国际化就是环球走出去，世界走进来，刚才片子你们看过了。第二个，我的头脑里面存在只有美国和日本优先交流合作，为什么？因为美国日本和我们才能建立一个世界民主自由大学之道。那么现在有一些独裁国家啊，那些都在搞民族的主义啊，民粹主义，搞得整个世界乱糟糟，这一
这一部分不止我们自己。第三个我们要强调的就是环球科技大学要双语教学学习，双语教来授课里面我们用英语和华语来授课，用日语和华语来授课，用华语加印尼语和马来西亚语。给各位报告，留学美国的、日本的或者马来西亚籍的、印尼籍的，有博士学位的，在学校可以用英文、华语来上课，最少有十位，没有问题。留美的也有十位，那么印尼语和马来西亚语很近，用印尼语来授课，我们本身就有印尼我们学校培养出来的博士，现在回到学校来聘他做我们的教授，将来在这一块我们可以再加强，就是对东南亚语系的这些国家啊，像越南啊，对台湾比较好的，对台湾不好的我不打算去努力他。那么印尼2.78亿人口，马来西亚是3.8亿人口，两个加起来超过3亿，等于一个美国国家的一个人口。所以我们将来用力在印尼、马来西亚这两个国家为主，其他的共产国家啊，或者不民主的独权独裁的国家，像缅甸这些一天到晚政变的国家，我们不要去考虑啊，这些都是台湾不需要的。再来第六个，将来的生源就是学生来源，那来了以后我们要怎么去照顾他，我们要特别强调的，我要从日本开始，然后印尼、马来西亚，那独裁的中国大陆排在最后啊，看看他们要不要来台湾学民主自由，不是我们去大陆学他的共产主义。第二个我要特别强调，在台湾我要特别照顾原住民，这个不是要讲给我们 黄人是言听，或者我们刚才南投的原住民的表演团听，原住民的确是台湾的根源，我们不要忘恩负义。那第二个呢，新住民以及他的第二代在台湾的，我们都要他们的子女来学我们，来我们学校，我们特别特别的照顾他。第三个是我心里面最痛的一块，也是我最爱的一块，就是对这些孤儿担心的子女或者是身障的啊，像刚才打鼓那些都是身障的弱势的这些子女，就是第三块，孤儿担心子女、身障及弱势子女。我们这个学校从许思祥校长开始就非常的重视，现在的董事长宁可把钱拿出来捐给家福啊，来这样的为云林县做事情，为这个学校做事，想到这些孤儿担心的、弱势的、身障的，我讲一个简单故事给各位听。我经常看到餐厅里面，我已经端盘让学生排队去吃饭，看到一个坐轮椅的女学生坐在角落吃饭，我去看她，全部都是菜，没有蛋，没有鱼，没有肉，哎，奇怪了。哎，第二次我要看到她，我再去看一次，还是一样的，什么都没有。那第三次呢，我什么都没有想，第三次看到她，我自己去捡荷包蛋，把它送到他前面，他看到我，眼泪掉下来，泪痛。那这一块是我最爱的、最痛的，要去发扬光大这一所学校的特色。从许书祥当校长，921大地震，我们台大的一个医生，他的子女父亲都沉到地上去了，那个小孩我们给他成立奖学金，现在应该是大学二年级还是三年级。那么像这些都是环球的精神，
环球的大爱，这个也是台湾的大爱。我们不能因为今天教育部这种无能的政策来毁灭台湾很多私立学校，这一块我们看着一定会变天。好，结语我是说，入世人走出来，爱就是教育的动力，心中有爱永远不失落，所以荣耀之光呢，永远会照耀我们未来。那么请大家有信心，不管是社会各界、企业各界，或者是校友们，请你们对我们未来学校有信心，能够大家给我们继续爱的鼓励，让我们向着刚才我报告的这些标杆直跑。我想我们永远不会疲倦，我也永远不会负担，我认为我一定最后是会胜利的。谢谢各位。谢谢蔡大人，相信我们都能以你在飞行人生境界的格局为榜样，也再次的感谢大家这一路走来始终陪伴支持的环球科技大学。补充介绍来宾，刚刚莅临会场的有云林县张立善办公室何俊君副主任，欢迎您。斗六市公所胡伟芳机要专员，欢迎您。伟达居家用品公司卢建胜执行长。大台北创新创业协会，同时也是中华自然医学健康促进学会徐敬贤理事长，欢迎您。云林县校友会第六届理事，同时也是旗帜社制作的廖振辉负责人，欢迎您。谢谢，再一次感谢所有贵宾拨空前来。接下来要邀请贵宾为我们今天活动
时也是台中市议员黄仁黄议员，有请黄议员为我们支持。校友会啊，各校的校友会的会长，还有我们在座的所有的贵宾，还有我们乡长、民意代表，大家早安。早安。欢庆校庆三十一年，感受啊非常之多。那当然，我想我就做一个缩影，把我心里的感受。当我昨天接到一个电话，我们沈校长说要我上台致辞，我一个晚上睡不着觉，就把我的感受写在这一张纸里面，就容许我把它念完。这是我在三十一年当中有六年的时间在环球科大取得了学士学位，硕士学位，所以我要把我的感受也分享给在座的先进，我们的所有的好朋友。各位，我们尊敬的创办人及创办人，还有习董事长及沈校长，各位老师，各位校友，以及各位在校的同学，我是台中市议员黄仁，环球科大大学气管学士硕士，目前是台中校友会的会长。在母校欢庆三十一周年的校庆的今天，黄仁有幸获得参加，同时上台讲话，深感荣幸。在母校连续取得了两个学位，我对学校有很深的情感，所以在毕业后，我邀请了相当多的原住民族人前来就读，而学校原住民学生的占比也很明显的逐年提升，现在培养出的原住民的学生接受高等教育，已经成为环球科大的一大特色。在推荐母校的谈话过程中，我最经常被问到的问题就是，为什么选择念这所学校？我的回答非常的简单，因为环球科大是一所看似简单但却内涵真诚底蕴的学校，就如同我们校训所揭示的，纯诚务实，没有长篇大论，但是由内而外直接阐述了内在心态及外在的做法，这样的校风很符合原住民单纯真实的天性。我想这也是包含我一个今天是环球科技大学三十一周年的校庆，我们今年的主题定为携手同心共创未来。为什么定这个？我想现在在台湾环球也会
当时他们有一个名称，再加上我们这个政策，让学校的办学费越来越低，所以我们就是定这个政策。我们希望说，学校教成一公，学校成一学，同时我们的校友也要跟环球同居。在以往的业界对环球的支持下，这个学校希望在校友教成一公同居的支持下，能够让这个环球能够重聚结盟。至少讲，环球一定会有一点会死，因为31年来，环球从专科技术学院到国立大学，所秉持的就是一个教育爱。环球三十年来，把这爱发挥淋漓尽致。我们从无障碍空间的一个建筑，对千丈同学的一个照顾，对弱势学生的照顾，对新住民的照顾，对原住民同学的一个支持，都大在展现环球教育爱来办学的一个精神跟实际的作用。自然我所讲的这些东西也都已经得到社会的一个认同。比如说我们今年得到教育部特殊教育这个学校有一个奖励，在全台湾第二所大学得到这个荣誉，环球的其中之一。我想这是最好的肯定跟证明，所以环球有信心以今天的校庆作为出发，再创另外一个30年的环球歌坛。31年，这31年来，我们走过了许多的风雨，也走过很多困难的路，面对许多的挑战。我们全体教职员工，全力以赴。环球，科技大学的董事会，我们全力的支持学校的发展。环球董事会，他们都是来自一些教育界以及农民以及我们移民的捐助，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董事会的组成之下，虽然我们不是富爸爸，只是我们对教育的爱，对台湾高等教育未来仍然充满了非常期待与希望。虽然目前的整个教育政策对所有私立大学是不合乎所有的正常规定，可是我们在这样子重重的束缚与没办法松绑教育政策之下，我们仍然努力往前迈进。永远就是那一句话，环球董事会是以爱为出发点，我们永远希望我们的教职员工在这边能够安身立命，所以我们会努力到最后一刻，我们绝不放弃，因为教育是百年的事业，不能只看眼前的得失，未来这条路我们仍然像我们创办人讲的充满了希望。因为创办人的一个理念，为什么要创办这所大学，因为他觉得教育让他一个穷苦人家的孩子得以在社会翻身，所以他也要用最大的爱来办学，办这种高等教育，让更多更多的孩子能够在社会上因为透过教育而能够有更大的能力来贡献社会，为社会造就更多更多的人才。社会是公平的，期待我们的
政府给所有的教育工作者一个公平正义的一个环境。我想很多的努力只有在第一线努力的员工才知道什么叫做前进的教育，什么叫做爱的教育。一个今年8月8号得到这个教育服务奖，台湾唯一的五所大学既然去限制你没去招升上的学生，我想这个不是环球科技大学的损失，而是国家整个高等教育的损失。我们有这么的好的能力，我们有这么多爱心的老师来照顾我们这些孩子，为什么用不合理的条件来限制，而且又颁给我们一个全台湾只有五所大学的优秀的教育服务奖。我想教育政策需要思考，需要深思。台湾的私立教育对台湾整个高等教育也好，或是中等教育也好，贡献是不亚于国立大学、公立大学。我期待政府能够深思私立大学，每一个私立大学一定有它的特色。今年我们的运保系，我们是蛮糟的，我们是蛮糟的。我们的棒球队目前有100多位的棒球员，我们是甲组球员。一步一脚印，其实每个学校有它的特色，也许目前只碰到一点点的困难，可是我觉得只要政府有心让私立学校好好的往前走，我想环球是必定能够扭转这样的一个类似，成为台湾第一所私立学校往前翻转的一个特例。
持。那我也希望说我把我的所有的资源给我环球，环球一直挹注我们的资源，我们一直来共享，让我们云林县这一边啊，整个我们的教育生态能够继续维持下去，也能够让环球啊，我们携手，哦，在刚才看到的携手同心啊，迈向未来，未来的四十年、五十年、六十年，环球会更好。谢谢。谢谢雷校长，希望还。我想我们感谢雷校长最近这个令尊啊，那这个非常感谢他，特别不辜负人。我想我们义丰高中就是李董或是周万要来代表支持，如果没有提议代表就放弃。好，我想。因为我想这个义丰高中啊，在环球也是一个姐妹学校，非常感谢这个义丰高中啊对环球多大的支持。同时，我们邀请江宜兴副处长为我们进行翻译。有请两位。大家好。姓山张周啊，我从前，来台湾今年四月，每天我在学中文，但我还不说中文啊，今天我说日文。对不起，对不起。本日は環球大学31周年記念式典に、ご招待いただきまして誠に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谢谢。今天很荣幸能够应邀来出席环球科技大学31周年校庆纪念活动，在此我表示衷心的谢意。沖縄県海底事務所としては今回2回目のご訪問となります。我们冲绳县台北事务所呢，我们这是第二次能够来造访。2019年10月の首里城火災の際には環球科技大学の学生の皆様が自発的に寄付金を募っていただいた。
同学要提到一下，在2019年十月的时候，冲绳县的首里城发生大火的时候呢，环球科技大学的学生呢自发性为我们发起了就是募款的活动，在此呢，我要感谢贵校的师生，为我们的善心的捐款表示衷心的谢意。皆様からのご支援を受けて、首里城の正殿については2026年に拠点を目指し準備が進んでいるところです。感谢各位的善心的捐款呢，那首里城呢即将于在2026年完成一个重建的工作。本日の式典については、マーク国際長のご招待を受けて参加させていただきました。今天呢很荣幸呢，我们能够受到国际长外国际长的邀请呢，我们能够来到参与今天的盛会。初めてお会いした際、教育や教え子に対する高い志をお伺いし、大変感動したところです。我第一次见到赖国际长的时候呢，我就非常钦佩他对那个学生以及还有教育方面的高度热忱。今天再会できたこと心より嬉しく思います。所以我很高兴呢，今天能够来到贵校，然后再度与国际长这边能够见面。関西科技大学には沖縄県からの留学生が6名いらっしゃると聞いております。我听说就是环球科技大学有6位来自冲绳县的留学生。来国際長からは今後も沖縄県との交流を積極的に行っていきたいというご提案があったところです。赖国际长呢，有跟我提到，说我们希望今后呢，能够多加深，就是冲绳县的学生能够来到那个学校来就读。明るい未来を切り開くのは、学生を含めた若い皆さんであると考えております。我相信呢，就是像学生这些的年轻人，正是呢是开阔未来这个的光明的未来。関西科技大学の皆様。そして関係者の皆様、そして沖縄県との交流がますます発展するよう、私も魅力ながら努力してまいりたいと考えております。那今後呢、我在台湾的任期的时候呢、我也希望、尽我一己之力呢、能够多多协助促进交流。皆様のご健康を心よりお祈りいたします。最後呢、我也尽祝那个会下。校运昌荣，在座的会各地各位贵宾身体健康。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我们向真科城的处长，也谢谢我们副处长做的翻译。
要邀请方思华国际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同时也是云林县商务旅馆有限公司董事长吴尔夫董事长为我们致辞，有请董事长。我们冲绳来的贵宾，然后还有我们廖董事长，我刚才陈吉旺，我们这个台湾啊，这个李炳浩董事长啊，李大浩，陈义南董事长啊，还有我们的副院长，我要每一个都叩头，还有我们这个县政府啊，还有我们这个斗六市啊，这个公署的专员啊，秘书。各位环球杰出的同学们、师长们，大家早安，大家好。好。其实我今天没有预期哈，所以也没有什么准备，所以早上我就穿了一件很炫的，又套了一件 polo 衫。结果走到门口的时候，我太太问我说：“你要去哪里？”我说：“今天环球校庆，我也受邀了。”一如往年啊，我回台湾的12年，每一年都受邀，所以呢，我就套了一件 polo 衫，套了一件很炫的裤子。我太太说，最近不穿西装不太礼貌。啊，这个梗没有人听过啊。这个国庆大典的时候不穿西装呢是不太礼貌。对，我太太说，回来，套个西装。那我既然想说我套个西装外套，我就干脆又在我们的沙发底下呢，哪里？条领带装上去。我本来为什么穿 polo 衫，而穿这个炫的牛仔？我想要带所有朋友贵宾。如果今天我又被邀请上来的话，我的话题都讲完了怎么办？十年来每一年都有不同主题，我就干脆呢带大家做深蹲。我想说。就算轮到我致辞，每次都压轴嘛，干脆就做深蹲嘛。国际长常问我说：“我们学校现在很努力在招生啊，学校办得这么好，很努力在招生，有没有方法可以扩大招生的来源？”我说：“你常常问林信峰没有用，他每一年整个学校都搬来了，所有学生都来了，他的所有学生都在你们学校了，每一年都问他说要怎么扩大生源，干脆。”每天做20个深蹲，学费打9折。你觉得，创办人这样好不好？啊，不要九折呗。办学校还是要赚钱，私立学校，所以打95折好了。每天都要深蹲20下，然后呢，我们学费打95折，这样子不知道教务长跟学务长可以接受。算了，反正学校我也不是专业，我在国行啊，所以我这个是馊主意。十年来，每一年。都要想一个如何让环球科技大学每一年的生日大家都开开心心的快快乐乐。去年我讲了一个不太好的主题，我说我们要放眼世界，因为环球科技大学是全台湾唯一的一所学校的校名是什么 Transform。
许创办人，他每一次演讲，每一次致辞，我都很努力在，而且每一点跟我一样，主题都不太一样，内容也不一样，越来越活泼，越来越生动。他就说了，你看我们环球这么多的这个世界海外来的学者，这个办学对学生的照顾，许创办人跟我们许董事长、跟我们沈校长，他们全部 focus 在如何照顾这些世界各地来的学生。好，如果说大家现在觉得科大都经营得好些，许创办人，哦，这个是非官方的说法，只要所有私立科大能够撑过5年，未来的30年，统统不会有科大好。掌声鼓励一下吧。李守清，好，我们的李厂长，然后接着会请，这是我们学长代表，来学弟妹代表找一个，多省钱，多省钱，忙了3次，多省钱。多省钱啊！得跟你讲，今天这是上海厂，等一下，一个代表。我在申请呢，啊，阿哥，阿外，阿外，你要去吗？我们去投放。哦，去投放。
我第一个感觉就是进入大门的时候，那个中间的那条大马路，那个大街。比较不一样，今年是强调生技理法、行销、行销、骨感行销，就是我们今年回来的人都是在我们学校生技得到突破。比如现在长盛等他们的黄厂长，我们待会可以跟他聊一下。黄厂长，他其实他原来想要把我们的树辅导转化成像国外的冰种之后，其实他在经济上碰到问题，所以他就来我们公司跟大家来进修研究所，然后在生技面得到突破之后。进一步就在行销面，因为他刚开始，其实我们云林县很多产业都很有竞争力，可是比较可惜是，我们其实都生根在制造，对行销比较弱，所以我们就利用这个场域。今年最特别就是我们利用这个场域，把我们擅长制造的厂商都带回来，包含最早合作的厂的厂商，那他们两个都是在制造业很强，可是行销的部分比较缺乏。那我们今年的特色是三个。第一个我们是强调无感行销，所以待会记者可以看我们的炒花生，他们就是现场去模拟阿嬷炒出花生的味道，然后还有我们的冰酒体验，他还会教我们怎么喝冰酒才是好。那另外我们有第二个特色是我们还是用我们的电商的直播，就是因为其实现在开始流行电子化，所以让我们五本商店他们今天有来逛，就看到我们的工作室。那第二个特色，那第三个特色是学长带着学弟妹一起合作摆摊的这个部分，因为我觉得这对我们学校是一个很重要的传承。我们常说教育就是带跟跑，这蛋糕这整个鸡蛋糕太理想了，可是真实的像我们今天这样的摆摊就是带跟跑，就是说其实他并没有刻意去教学生，他就
示范给学生看。那示范给学生看，学生在这个过程里面感受到学长学姐想协助他们，那他们也自然而然就是很把原来比较不在乎的事情突然间变得很正式起来。所以包含摊位的布置，包含设计，都是学生自己花时间去准备的。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正向的教育。啊，对，今天就是一个吧，一个教学的高级多的这个教育。对，那今年的特色就是都是升级费，在。对对对，那这个场景怎么样，老板？是那个在控制上面，
跟自己第二波的在学校学校指导一些让在地方的一些这些这样的没有可以做检查，或者一个蒜头也可以，也可以。其实我们都跟他讲，其实所有产品都这样酿，只是酿出来一定是口感不一样，风味一定不同。因为我们最近还酿了小黄瓜，小黄瓜也第一次做了小黄瓜，所以这个我们要说财产一家，蔬菜在这里，喝酒就有蔬菜的感觉。也在这边学到生技，然后透过感情教训接我们的人生教训。阿锦要不要跟讲一下呢？你是环球大毕业的？啊，我是环球科大生物技术系毕业的。对，那、你现在是做化工？对，我们现在是在市农合作农场工作。你们只要把你在学校的那个化工。因为我原本是读资讯管理，然后后来就是因为要回家从事农业，因缘际会之下，我就认识环球科技大学。他那个是准备刚刚跑进出来吗？他就已经抓到出来，就是我们环球科技大学的生物技术系的研究所。那我们在读书的过程中，我们就可以了解说，原来其实花生啊，传统的经验很重要。然后我们如果再加上一些科学化的一种实验方式的精神进来的话，我们就可以比较好的控制我们在炒花生的这个温度啊、湿度啊，那我们在炒起来的花生，它就会比较色香味俱全。
老师，为什么这么多枪支啊？好，大家好，我是民国就是研究社，我们主要是在推广就是教育的活动，因为现在战事比较紧张，大家可以过来，我们会有人跟你们说。